的，可能对这个路径依赖稍微控制性强一点。为什么他本身他的专业当中会影响到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非常就是，你比如说我写剧本，我现在有灵感，我啪啪啪啪啪啪写很快，对对对，但是一旦有这种外来的刺激，就非常敏感，会被中断。哦，对对对，嗯，这个搞艺术的确实我理解这个，灵感是一刹那的，很宝贵。对，你像周星驰说他很多的灵感是在洗澡的时候来的嘛，对，没有手机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嗯，洗澡的时候也拿手机吗？反正我对这种数据依赖，我看电影是这样，就是媒体，包括YouTube 自媒体有很多人，就是说，洗澡的时候，把这个洗的一个泡那个浴缸嘛，搭个小桌子在上面看个 iPad， 对对对，手机什么的，好像有些人是有那样的习惯，很多。嗯，你像就是有些作曲家，他就是上厕所，作曲家，对对，蹲便，对对，原来没有蹲便的时候可能。他的灵感不来自于厕所，自从有了蹲便之后，发现他的灵感就是在蹲便的时候。对对对，很多好多艺术家的他的灵感就是源泉来源，都是咱们想象不到的。对对对，嗯，但是你要了解之后，又发现非常非常这个日常。其实也非常有科学哈，嗯，就是说当你创造一个东西，嗯，你需要灵感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在你在最放松的时候。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种思考才会深邃。对，嗯，对，还有，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来到韩国有个习惯，嗯，很少就在一点前睡觉的，是吧？因为来韩国以后，想想以前在国内没有熬夜的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在韩国留学期间，养成了这么一个熬夜，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在韩国，反正确实是，后来看在国内九点就已经是深夜了吧？我觉得，可能我玩搞艺术的，一般都是十。国内的话一般都是十一二点哈，来到韩国之后变成了一二点。但是你去那国内的三线四线小城市九点，那很早很早，嗯，九点十点就已经基本灯都关了，然后大家都在睡眠的状态。对，在韩国是九点才是真正的生活才开始个人时间，主要是白天工作。对对对对，我发现就是中国跟韩国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现象差距哈，就是中国的话，我们可能每个人不会特意的去强迫自己做两份工作三份工作啊。对对，我在交往韩国朋友的时候发现他们对生活的压力蛮大的，有些人就是两份工作，嗯，或三份工作的也有，但是这个是传统认知，我认为哈，以前我也这么认为的，现在哎，这又涉及到介绍一本书了哈。这本书叫就是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哈，叫数字游民时代啊，可以跟大家看一下啊，数字游民时代，这个我不是来卖书的啊，咱们不是那个购物平台啊。这本书是讲什么呢？就是传统的我们可能就依赖一个工作啊，但现在各位也都经历过疫情了啊，也都经历过怎么样啊，在新的趋势下最好呢开发一些自己的附加值。嗯，比如说我虽然是在公务员啊，就可能是医生，对对，但是我的口才好，嗯啊，我完全可以在业余时间哈，我在没事开个直播，培养我自己的这个 IP。没准哪天，你单位效益不好了，或者说再封控了，你在家没有收入了，那你这样可以有一个补修，这是一方面啊。就变成了人生经济啊，人生对，就是再就一方面什么呢？就自我开发啊。原来传统可能是更受刚才你说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效率嘛，那么现在可能就是说，对于自我开发，对于潜能开发，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到来了嘛。因为刚才我们收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老师您对这个 VR 技术有什么见解？这个 VR 有时候就是说，对和 AR 有时候很多人区分不开哈。嗯嗯，这个 VR 呢，更多我们说通俗讲哈，AR 更多的是建立这个。实体啊，比如说这部手机啊，我不用去掉它，我是以它为根基。那我要了解这部手机呢，我可能在远端的这个客户呢，可能只是平面听别人说怎么样啊，但是真正理解它里边的内部构架，或者是它365度这样的看，具体要看得很细致不行。但是你一旦戴上这个 AR 眼镜，它因为里边已经设计好了嘛，一比一设计好了，你就可以你在既能看到这个实体啊，那么在这个周边会出现很多信息，那么你也可以去各个角度去关注它。当然这是受空间局限的啊，空间局限。那么像这个 AR 眼镜呢，它就比较就是我刚才说是 VR 哈，AR 就有时候就是不受这个空间的局限，因为你戴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室外，
因为它有可能是你这个承载的一个平台，可能是在通过手机的第三方的一个介质平台啊去运算它啊。那么这是一个空间限制上的这么一个区别啊。当然我不是搞技术的，我是搞这个商业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哈、啊。就是说在商业应用里边，现在各个厂家还都在探索阶段啊。每个人都有弊端，就是说这个依赖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介质，它有时候稳不稳定啊？涉及到比如说还有这个。戴眼镜可能遇到一个眩晕的问题啊，现在都很多，技术还没有突破。当然，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有新的一个趋势什么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 AI VR 就这个突破不了味觉。我们看什么产品，比如说我看这个汉堡挺好吃的哈、啊，那你光说好 AR 看得再仔细，那你也不知道它，你得闻闻尝尝才知道嘛哈。但现在据说是有这个技术可以突破的，比如说能让你闻到。或者是有什么去什么观光旅游景点，你光说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比如说海风清凉，比如说有什么海边的咸味是吧？海边那样海水的一个味道嘛，那你尝不到，你也闻不到，可能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但是这种东西需要一个载体啊。对对，所以说你脱离不了它，但现在还是这个行业都在探索，这个行业。因为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香味啊，包括。一些就是让你能感受到的，比如说当时泰坦尼克号出4D 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进泰坦尼克号的这个4D 的观影厅当中，它那个椅子是动的，然后它会放出一些芬芳的味道，它水那个海水淹没的那场戏当中，它也会喷水，让你感切身实意的感觉到，对，真的切身实意的感觉到。但是因为当时我是因为这个新技术我就去看了这个电影，但是我觉得作为观众特别不舒服的点也感到了，是，因为如果说你像我们去有些东西去儿童乐园啊，或者说游乐场啊，它会有一些十几分钟的短片，这种去体验新技术的话，你感觉哎还可以，对对对，这个技术很好。但是你想，如果我们看一个2个小时电影或3个小时电影，再去感受这种技术，的话，其实是整个人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对，尽管现在还技术不是特别，你像咱们互联网刚出的时候，90年代是吧？那么那个时候都大家都不看好啊，当然我也觉得呢，通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啊，各种商业的探索啊，这些问题未来会大范围的去大幅度去解决掉的，我个人是这么有一个判断。再就是像刚才我举例说这个 QQ 某个平台的这个空间啊，那么它是平面的，可能它在立体的之后呢，那么你像这次的某宝啊，它这个推的这个什么。一些 AR 的一个体验AR 体验，那么这样的就是说原来在停留在平面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我们会未来在3D 的立体的或者是4维甚至5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去感受新的这个商品呢，新的一个趋势到了，这个趋势是我觉得是一个时间问题。其实这种方面的应用比较多的，像电影，刚刚您提到的电影，其实对这个探索的也蛮长有时间了，对对对，四 D 电影从3D 到4D 电影，对对啊，现在都5D 了，对啊，各种感官哎满足你。VR 电影现在不也有吗？对对对，有时候作为我们创作者来讲啊，其实新的技术对我们来讲的话，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创作。我理解，有限制，对，并不是说是对对对，看似空间大，看似空间大了，对，其实限制更多了。对对对。刚才我也想说，有人觉得区块链很好，是去中心化的啊，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它反而是更超级的 AI 人工智能，你无法触及的，对，你无法战胜的人工智能到来了。所以说有的在说嘛，就说元宇宙啊，像这样新技术，高度垄断的平台才大型资本才做得起，像咱们散户越来越厉害，越来将来可能恐。那些大导演啊，真的有受资本青睐的，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大啊！我不是说你的啊，你的生存更大，在韩国很大、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了。对对对，其实刚刚您提讲，就是说，您是去了中心化，但反倒是它是另外一个更集中的一个表现。对，因为其实这种的话，在电影圈里也非常明显啊，就是刚刚您提到的，现在电影市场也分两极化了。只现在能存活下来的，要么就是超级大的电影公司，对，要么就是超级小的工作室。是后疫情时代呢，中小电影确实有一个怎么说，闪亮一下啊，因为是受疫情影响，它并不是真正的
观众去爱中小电影，去感受，当然是也有它的美啊。嗯嗯。是还是一直我个人理解，还是一个非健康的一个。嗯嗯，他突然就关注中小，因为现在大成本，疫情之后拍不起，都对吧？他突然想拍不起，所以是停留的。那么突然停留到这儿呢，火了一两年之后，现在又说中小电影又拍，又说没有好作品了。今年特别惨淡嘛，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所以说，未来这个中小电影也是一个大趋势。但是中小电影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以后，一休嘛，是吧？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以后，那么怎么去让它更好的去发展？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电影的一些禁忌问题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未来都需要一个探索，走中国特色电影到什么？刚才我们又说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哈，就是刚才提到的 AR 跟 VR 哈，那就是在利用 VR 技术在做心理治疗，这个普及的可能性高吗？您觉得？我判断，因为心理治疗就是说有它的局限性，它只是一个整个系统治疗的过程中一个分支之一。我觉得呢，人工智能它再发达，就是未来，就是我再举个另外例子，可能各位能理解。我个人觉得是，人工智能再发达啊，你像这样心理，这是一个特情感类的，情感类东西，它是很难战胜的。我是觉得机器有它机器的一个长处，但是它也有它不可及的一部分，就是人类的这样一个高度智慧和情感方面一个交流、一个陪伴。机器虽然能陪伴你，但是很多心灵方面的。就比如说人的灵魂之间的一个互动啊，这种啊，就是走不走心啊，这种。这个有一部电影啊，就是赫，他的英文名叫赫，中文名字应该是叫云端情人嘛，就是开发了一个就是软体，然后男的跟这个软体谈恋爱，一个即将面临离婚的状态下的一个中年男人。那比如现在我们用的就是手机啊，手机当中有一些就是智能软件嘛，会陪你聊天啊干嘛的。当然这个电影是把它更极端化了。那这个有时候通过大数据演算之后，不觉得他对你内心的安慰会更强？就是你需要的哪种安慰方式，你需要的哪种？对，所以说我说嘛，它根据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需要，它是这种，比如说像他提的问 VR 这个东西，它是一种介入性的，我不是一种长期性的，它是辅导的一个这么一个这种。当然你说普及的可能性高吗？我觉得会高，因为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它只是一个治疗方案当中的一个可能会用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当然说普及，当然你 VR 就像刚才说了。这个微信，还有美团，还有滴滴，这个东西相应的技术出来以后，它会普及吗？肯定会普及，对，每个人都会用到。我相信，但是我也不是说唯 VR 论 AR 论，就这个东西站出主流，不是，它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我坚信呢，未来刚才我说嘛，还能回到问题，未来是什么一个社会？是咱们生物人、数字人和机器人协作的时代。我个人是这么理解。起码是在我有生之年，我感觉是这么个时代，但是再往后，那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有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包括电影也在探索这些问题。其实这个如果说用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种支持付费理解是最简单的。你有极多的数据，你有足够的数据，那他对你的陪伴，比如说开发了一款产品，这个他就是这种声控的，可以聊天的，陪伴你的，那他肯定会比我们时代的电子宠物会对你的心灵慰藉会更强。对，他在某个层面上是更比甚至比医生会更了解你，但是在某个层面、某个领域或者是某个时间段，对，他不可能完全代替医生。对，我觉得未来就是说怎么去平衡好，就是说数字人、生物人、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协作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提到这个问题，忽然觉得想到一个社会问题，是我想打断你一下，说电影现在好像有数字人的这个人物角色。电子其实现在电影界最在风口浪尖的是摄影师将会被替代。哦，摄影师被替代，就像银行的这个柜那个叫什么柜员，就是说你说什么银行这个对银行的前台现在被替代。柜台替代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说导演对整个电影的设计，那如果这个导演他有一些就是
摄影方面的知识，对这种构图，嗯，这个是美术了。就是如果有美术的基础的话，那整个电影的所有从构图包括演员的表演，那这样的话只需要设计出一张非常完整的剧本，剧本就像图纸一样。那这样的话拍摄只是一个过程，对，那真正的摄影师可能还没有机器拍摄的准。对对，就像你说刚才心理治疗的一个道理，嗯，有可能AI 可能更比在某个领域比心理医生更准，嗯嗯嗯，但是它不会占住主流的，嗯嗯，起码现在目前来看是这样。您刚才说，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摄影师机器可能会替代谁？对，你觉得是一个大趋势了？对对对，在往这方向走了。对对对，很多方式要改变了。对啊，嗯，很多方式要改变电影的。首先可能下岗的就是这个摄影师，嗯嗯，接下来就是所有技术层面的下岗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快。嗯嗯，这次《阿凡达二》电影里有一个细节，我很也感触很深的，嗯，就是叫机器狗，嗯嗯，还有那个机器蜜蜂，嗯嗯，就是仿造蜜蜂，嗯嗯，你看蜜蜂，就是他们在研究无人机这个产业应用的时候啊，嗯，就是怎么去用什么传统的机器人去代替啊，就建筑工人，嗯嗯，可不可行？嗯嗯，用人形做不可行，嗯嗯，最后他们找的机器狗是一个方案，嗯嗯，再就是他们突然有一天就是遇到瓶颈了嘛，嗯，这是我看文章的是吧？怎么才能就是高空作业？你不能机器狗爬到上面吧？不行吧？嗯，啊，这有这个限制。那么他们后来想一想，突然那个工程师他想，有一天他发现蜜蜂在筑巢。嗯嗯，蜜蜂不是搞建筑吗？他们筑巢，嗯，在空中完成的，嗯，就想到了无人机，就一个小型化，嗯嗯，蜜蜂大就是大规模无人机系统，嗯，然后把这个建筑高空作业就完成，嗯，然后在《阿凡达》里边就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场景出现。嗯嗯，你想想，这已经是什么？就说明预示未来，这个一定是一个趋势之一。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好好学习。去适应就行了。对，我觉得还说每个人特色，每个人的擅长的不一样，就是最好去尊重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你想追求那种，不要千万不要随随便意去抹杀它，哪怕你当做一个爱好，就像刚才我说，嗯，你是一个医生，但是你口才很好，你可以完全去利用业余时间去打磨你自己的爱好，没准儿你这个叫 B plan 嘛，是吧？啊，你这个 B 计划可能是未来你人生一个亮点。嗯，我个人是这么看。这个就是跨领域的融合，对，这么一个时代到了，跨领域就必须要融合。对，因为 AI 在融合你，那么你也要，你要融合它。对，你像咱们都在庆兴，跟庆兴大学有缘分。庆兴大学它后面有一个那个大教堂，嗯，那个建筑，之前有一个以色列，著名的未来学者，他是研究历史，也是研究未来的，又叫尤尔赫拉利，他就写的那本书叫《智人时代》嘛，就是人和机器到底是被机器消灭还是融合的，就是未来的新智人、新人类将诞生，他在做一个预示，也是一个预警，有这个专门的研究这个领域的，啊，在这些导演在剧透给我们，这些导演在剧透给我们，这些导演太厉害了，已经，您跟刘导一样厉害，那其实那现在其实您在国内大学有教书过啊，那像有关未来产业的这种研究，国内的大学现在这种学科多吗？有，只能是说大部分停留在那些985211的一些前沿的那些好的大学，好的大学里，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沿研究，一般的大学都是应用型嘛，搞应用的这些。那么在他们国内的这些院校，更多是现在也是往这个应用型去走，往应用去走。那么对于像你刚才说研究，咱们刚才说的研究历史这个方面，对对对，更多一些啊，产业技术应用方面多。但现在国家也在倡导这个搞创新嘛，所以说创新的前提是你要对未来，我个人觉得哈，有所感知。那么你这个技术，就是说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产业也好，是技术也好，如果你的思维，你的这个做法不停留在未来的话，那么未来呢，你可能会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这么说可不可以，停留在过去啊，就是说或者是未来会生活在过去，就是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分析，然后根据这个趋势，你像前两天看刚才给大家分享那个趋势2030啊，连习大大都在看，我们不看了是吧？虽然是领导人在看，但是说明在塑造未来的八大趋势。对对对，那这八大趋势这里有提到哪？有提到，那么是哪八大趋势？你看，首先他谈的哈，咱不是给这个书做广告是吧？
世界将大不统一今日的世界。刚才我说了，对对对，国内叫百年之危有大变局，对对对对，国外叫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他这么提过来的。嗯，然后第二个戏曲是2030年前的这个世界啊，与中国是什么样？嗯，啊，说明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世界未来，也是一个很聚焦，因为四大文明古国嘛，是吧？嗯，那么在未来呢？也有他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在里面的，嗯，啊，咱们在也是一个大剧本当中的一个之一嘛，对对对，啊，咱们这么想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变局当中，中国有什么那个机遇？嗯，这里边作者还在释放什么呢？在这个目录里面写，啊，中国有什么样的智慧在里面，嗯，应该有什么样的智慧，有什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大国担当，嗯，去搞。传统我们是怎么去走出去，对，怎么去适应人家，嗯，现在就大国担当，嗯，构建新秩序，嗯，啊，这么一个转变。然后就是说他后面讲这个人口，人口的问题，啊，人口确实。那么人口和我觉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哈，虽然说文化教育都很重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人口。人口意味着有没有未来。嗯，你如果你这个你像新加坡，不能说具体哪个国家啊，某国家啊，某国家。